有那个什么，那个唱歌的那个什么音谱，哦，哆来咪那个音谱，那个窗户也做出来。哦，你像你啊，你哎，你看，你若去啊，你也想要唱歌哦。看到那个窗户，你也想要唱歌。哦，台北故事馆记得要去看，看他的灵魂之窗。这个灵魂之窗有一个地窗就被埋掉了。哦。就被埋掉了。是多深？还要多深？啊，就是这个地板的高度啊。嗯。他把地窗埋掉了。是因为没办法修还是怎样？不是，这个不会坏。一边表现说我要做庭院，啊，庭院他又做的不四不像。日本的庭院那个叫做禅宗学，崇尚自然的，它有枯山水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它有湖泊，那个湖泊它是写一个心事，心灵的心。那个湖泊，那个形状跟我们心灵那个心有没有一个大一个小？那个湖泊其实日本的庭院哦，它的建筑物是属于什么什么唐式建筑，有榻榻米对不对？那是唐式建筑，1000年前的。它的庭院呢，它是什么呀？宋朝的禅宗学，崇尚自然，那个是700年前的文化。它整个建筑物，它有分内外，外面它是枯山水，那个是崇尚自然的禅宗学那一套。